真正是叫小轩的势力，我今日就要一概把你财产拢摕到手。你真正？真正无死性。你嘛知影我有可能无死，既然佫敢来我遮偷摕物件，你先说啥？把你这个窃盗现行犯偷摕物件的证据全部拢捡起来。你竟然乌口滑条！你即马是做财发掠财是？我是摕房卡，公平正大入来，就算恁想要告我偷摕物件，是告袂赢的。那是算法律哦，唔可能算袂赢你啦。啊，不过我伫江湖走跳这么久啊，有一挂基本的法律的知识啊，我搁知影啦。参照你安尼啦。无经过伊等的同意，就入来伊的房间，伊是会当正当防卫呢？查理讲的无唔对，那是伫美国，有人偷偷地来阮厝内偷摕我的物件，就算讲我开枪甲拍死，也无算犯法。啊，不过这是台湾，恁若是敢对我安怎，就是防卫过当。也毋过你毋通袂记哩，还阁有我这个目击证人伫咧，就算讲伊等甲你安怎，我嘛是会当替伊做一讲。是你先动手的，伊算是哦正当防卫啊。别去躲啊！啊啊！别个怕，别个怕，你是我唔对，我无应该偷摕你物件。你老祖公你做唔对的，就只是偷摕物件，这尔简单心。你向我开枪，害我步入黑底，那是我命大，我才无死。你欠我的是这条命！啊啊啊！别个怕，是我做唔对，请你原谅我。你回去了，我就爱原谅你啊！啊！你害我去鬼门关走一撮，我今嘛就给你试一届，你才会当替我一种感觉。等等，只要你愿意放我一条线，你要我做啥，我拢答应你。哦，那安尼，你把你手头所有病的股份全部拢卖好啊！你安尼做根本就是手假，这是你教我的。你用无正当的手段取走我丈人卖的财产，我当然卖当手倒转来。真叫我卑鄙的！卑鄙，我可能卑鄙过你啦。啊，不过以前我伫做兄弟的时阵哦，有真多心怀手辣的手段，恐惊你拢唔捌看过。江湖咧传说咧，红帮十大酷刑，今嘛都互你见识见识。